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夜。那么今天呢，没错，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就是为什么你已经有了这个四十花？不要怀疑，因为这就是日本的账号，没有错、哦。对，那因为我最近看到了我婆，她在日本出了这个万圣节，实在是太兴奋了。所以就马上载回来玩了，所以对，总之这最近之后可能不定时的会发一些像日版相关的情报和影片。最后我们简单的听一下我婆的声音吧。お菓子といたずら、どっちがいいですか？変態不審者さん決定です。変態不審者。ハロウィンなんだから、ちょっとくらい子供っぽくてもいいのかな。嗯，いたずらしちゃいますよ。哦，天哪、啊，太可爱！然后呢，这边的话给各位讲一下，就是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，这个应该是，哦，对，没事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它这次有一个新的机制哦，就是当你抽到这个新角色的时候，你会额外获得100个它的碎片，你会看到这里100个。那你在这里如果使用交换 PD 交换的时候，交换出来也会获得100个。对，总之这个机制不知道是永久的还是只有这一次啦。那如果是永久，那就真的非常好，因为这样让我们不用去刷那么多碎，用那么多的密室去刷碎片，真的是很赚。对，这样会很赚。好，那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啦。所以之后会不定时的发一些，就是我们这个日版的。那我们这个日版这个账号呢，是首抽第一个十抽就中了这个四十花。那这个也是非常强的人权角色，所以目前就是长这样。那之后也大概可能一两个礼拜发一次，就是日版的相关影片。那如果有什么新的情报，也会跟各位讲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下订阅，订阅旁边有个小铃铛，按下去可以随时收到我最新消息哦。我是星夜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What?